狼声，我们闯入了他的领地。Ah!
把它拔出来。你也被火烧伤过吗？跟妈妈一样。小太阳，
好沾了口水啊！不，在说什么呢？妈妈，你不怕吗？怕，妈妈怕。那你为什么？但妈妈更害怕的是失去你。
好了，男子还是不能哭的，知道吗？作为小男子汉，你还要保护妈妈呢。应该是这个岛的地表温度在升高，从而导致了水温的上升。这个地方呢越来越活跃了，也就是说众多的休眠的史前生物呢正在慢慢的醒来啊。抓紧时间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来吧，妈妈带你回家。